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19年的10月17日，星期四。Hello，早晨摆的非常整齐啊，点赞。来，吃一个鸡蛋，上面放一点虾皮。牛奶饼干，味道好好吃哦！哇，淡淡的焦糊味儿，非常好吃。我们在店里见吧，拜拜。啊，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11:55，去开到神秘面纱吧。拿到一个，什么？七分。七十分。喂。Hello。中午好。非常好吃。各位晚上好，现在是傍晚的6:05，看看都有爱煎的盒子，还有鸡，一碗粥，还有一罐啤酒，点赞。Hello 啊，开吃。这就是海鲜。